恒审思量我相随，我随焉知我，随八识的种子，为什么有我？八识受熏持种根深记，这个第八识，这个我的这个身体啊，当父母交媾的时候，我跟他们的缘很接近，他们在行房的时候，我在旁边看到了父亲，我生出喜爱来，入胎变成女孩子，同性相排，异性相吸，所以呢，在这一个心呢，这个七识莫那识啊，这个七识永远在那儿，第七识永远在那儿想，所以他恒审。六识是思量，但是不恒；八识是恒，但是不会思量。只有第七识，极恒又深，永远在那儿思量。因为我跟着他，啊，前五识啊，在那儿，但是不恒，慢慢的都变老，他们也不会思量。既不恒又不深，又不会思量，但是呢，第七识呢，它是经常在那恒，经常的在那思量。这个真正弄起来呢，这个前五识啊，眼耳鼻舌，永远在那儿。都知道色声香味触，但是从来不加思量。然后呢，你这个第七识这莫那识呢，永远存在，永远在那儿想，永远在那儿下决定。第六识在那儿思量，可是不恒。第八识衡量永远在那儿，藏识嘛，能藏所藏，我爱之藏，恒神，但是他不会思量。只有第七识，又是有我，又正在那儿想，永远又恒神，又片行，又思量。所以这个第七识我是经常永恒的在脑袋瓜里头，我们连晚上做梦他也在那儿想。哎，你们知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，所以你的梦在哪儿？所以他问这个六祖啊，问这个慧明啊，无梦无想时主人公何在？就把慧明问到了。你有梦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我想我六根对着外头六尘，我起了六识，所以有梦，晚上的梦，白天的想，都是我执在作怪呀。所以六祖问那个慧明说，你也没梦，你也不想的话，你的主人公何在？我们以为我做梦，我想，想爱这个，想要反对那个，我要做成什么样事，都是我所想的。
白天怎么想，晚上怎么做梦。当你无梦无想的时候，你的主人公在哪里？我来问问诸位，谁能够答复得出来？无梦无想的时候，你们的主人公在哪里？谁能给我一个答复？无梦无想时，主人公何在？怎么答复？你无梦无想的时候，你正在吃饱了食困、饿了发呆的时候。吃饱了，我们的血都在胃里去消化，脑子里没有，血很少了，所以无想。当我们吃得很饱，血到这儿去，当我们很饿，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还不开饭呢？那时候所有的思想，其他的形而上的、形而下的都没有了，你只是在那饿的时候在那发呆。所以我们说呢，人在吃饱了食困，为什么食困呢？因为血呀都在那消化去了，所以叫食困。吃饱了食困，饿的时候呢，竟想着吃的东西。这个五根呢同时作用，有没有好吃的东西，我可以闻到了，这时候思想都不起作用。所以在这时候，真是无梦无想的时候。你那个我在哪里？所谓主人公的这个我在哪里？有人答复得出来吧？无梦无想时，主人公何在？谁可以替我答复？也就替古今的人答复。非常简单嘛，在无梦无想里头吧，不是很简单吗？你无梦无梦也无想，那个无是谁呀？谁无啊？无梦无想时，主人公就在无梦无想中啊，吃饱了食困，饿了发呆的时候，那个无啊。所以八个大烦恼都相应起来了。六转，当第六世，我们刚刚讲完第六世，第六世变成成所智了。本来第六世只是想明白了就是了，当他转世成为智了以后，这时候这个我，因为六世转智，我可以思量我怎么样取得，我怎么样能够把它排斥。这时候呢，你假设只为我自己想，要要要，得得得，你甚至以损人来利己，即使不损人的话，我要我得，这就是染，染污，恶性。然后你说，我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不是我的东西，不是我的爱，不是我的情，不要伤害到别人，这就是净了。就是善呢，你这时候呢，你就是因为第六世转了，分别意识转了，
因为你能够分别，于是我爱，我恨，我要，我驱逐他不要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能够变成个好人，变成一个好善知识，这是净。我说我只能活这一点儿，这个机会来了，我要抓住它，绝不放松，任何手段我要取到它，用任何方法我把它保持住，这就是然。所以呢，这样的话呢，六转第六世意识把它转变了，转变成了以后呢，这时候第六世转了以后，于是呢，你变成个好人，能够利他也利己，你还是要损人利己，然净都跟着你来的，都是因为有我，我爱，我爱的话抓住他，永久的抓住他，把他所有整个的抓过来，我恨的去除掉，用所有的方法去除掉，甚至于把他杀了我也不在乎，甚至于我用整个国家来排斥他也可以。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，任何人得到了以后，美国了不起。现在美国，我们刚刚有一条航空母舰，美国紧张得不得了，中国没安好心，他现在有航空母舰了，他忘了他自己有他的航空母舰成队呀，不是一个两个呀，一大队呀。你说这个是不是六转互为染净衣？所以当美国1776年他能够独立的时候，独立宣言，那个独立宣言多美呀，多么干净啊，多么有气派。现在美国我们刚刚有一条航空母舰，中国糟糕，要防备他，他没安好心，他要了航空母舰。我们这航空母舰刚刚还没开航哎，美国已经吵得一塌糊涂了，你那么多航空母舰呢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个六转互为染净衣，你是变成一个染的，你还是变成一个干净的，完全看你六世怎么样转变，都在你这第六世的转变中间。你变成好人呢，你还是变成坏人呢？那么当你爱，当你恨，当你恶，当你要取得的时候，都在你第六世里头在那转。你这一转的话呢，于是你变成好人，你变成坏人，你是一个干净的，你还是一个染污的，都在你六世转的时候，你这个莫那是我是就改变了，是染的，是好的还是坏的，是善的还是恶的，都在你六世里，是染污的还是清净的。六转互为染净衣。